喵，取好听点的名字才会吸引人喵。厂长 ，IT 冰茶这个商品名称怎么样喵？喵，厂长果然厉害，驳回，一定要用数位这两个字才可以喵。所以不能用 IT 代替吗喵？厂长，那么叫数位塔可以吗喵？慢慢分享一下，你想到了哪种零食？是一种涂了杏仁奶油馅的圆形派塔，上面有齿轮的图案，象征电子回路喵。如果是派塔类，正适合当做慰劳品，也给人一种高级的感觉喵。新商品就决定叫数位塔了。我是夜鸭宅配，这一箱就是您订购的商品。实在太感谢你了苗，有了这个就能制作数位塔了。慢慢的想象商品的模样苗。没错，制作者的想象力也算是一种材料，往往可以赋予前天堂的商品特殊的力量苗。在这里画一个齿轮图案，接下来工作就交给我喵。我画的齿轮不见了啦！塔交了齿轮也跟着消失，这样跟普通的塔没两样了喵。到底要怎么漂亮的做出齿轮图案呢喵？我想到一个好点子喵。居然可以把凤梨排成齿轮图案，小师的创意真厉害喵。我设计了几种包装盒，请多多提供意见，看哪一种最适合。这个大小就刚好喵，坐在里面很舒服喵。我是问设计，不是舒适感。各位，今天大家一起来试吃吧喵，这也是为了确认零食的效果喵。我有问题厂长，不让人类吃吃看的话，怎么知道这个商品实际上有没有效果呢喵？可是今天之内一定要完成这款零食，怎么办呢？厂长，我突然发现麦麦跟琥珀消失不见了喵。你说什么喵？他们会去哪里？已经没时间了喵，只能偷偷拿去给人类试吃，看看会不会发挥该有的效用了。爷爷，爸，这是好久不见了。你们还特地来见我啊？我先把这些菜冰进冰箱里面，记得微波之后再吃哦。好，每次都很谢谢你。爷爷，来陪我打电动。可是爷爷，我不太会那种东西。